今日我哋请嚟 Eric 黄俊豪同我哋分享保健养生之道。大家可能都听过灵芝、冬虫夏草同埋云芝嘅保健产品，今日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康道嘅神芝保健产品系列。在今天的节目里面，我们会和大家介绍康道神芝系列产品，看看什么是神芝，而神芝和灵芝又有什么分别。神芝是一种特别的灵芝配方，结合了灵芝十倍浓缩精华和灵芝孢子粉，神芝的功效比灵芝更好，而且拥有更全面的医疗价值。那为什么灵芝配方要比食单一成分的灵芝又或者灵芝孢子粉要好呢？咁就要由靈芝同埋靈芝孢子粉嘅功效分別講起。靈芝中嘅主要藥用成分係靈芝多糖，多糖體嘅主要藥用功效係雙向調節免疫力。當身體免疫力低嘅時候，多糖體可激活免疫細胞，增強免疫力。但身體受到過敏侵襲導致免疫過強嘅時候，多糖體又可以抑制過強嘅免疫水平，維持免疫穩定，例如鼻敏感。哦，明白曬。身體的免疫功能保持正常，就可以殺滅體內的病菌，對各種疾病就可以起到抑制或者治療的功效。不覺得靈芝對各種疾病都有輔助治療的功效啦？係啦，只是增強免疫力是不夠的，因為身體仍然虛弱，那我們需要靈芝孢子粉去調理身體。靈芝孢子粉是靈芝細胞的種子，產量極少，而營養成分是靈芝子實體的幾十倍。孢子粉的主要藥用成分是三萜類靈芝酸，具有強烈的藥理活性，有護肝、解毒、殺滅不良細胞和止痛等功能。其他功效包括增強免疫力、幫助睡眠和促進血液循環。因此，多糖體和三萜類在一起的時候可以互相配合，對整個身體保健調理發揮到最大功效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時代在進步，以前的人吃靈芝，之後流行吃靈芝孢子粉，現在的人興吃靈芝配方，因為配方的效果是會比單一成分更加好。一加有時會大於二的道理就在這裡了。是的，康道神芝分為神芝保健裝和蝶品特效裝，針對不同人士需要，而蝶品還含有冬蟲夏草精華，功效更勝一籌。康道集團已有20多年研發及生產保健產品經驗，產品在澳洲 GMP 大藥廠製造，均通過大學檢驗及 TGA 藥物管理局批核，確保每批產品安全、純正、有效。選功效，選康道。